点阮的心内并无你存在，但是你不断对阮真心来关怀。虽然你不是真迷人，阮也是接受你的爱。想袂到如今已经有阻碍，环境好命运来安排，你我只有叹无奈，只份爱藏在心内。啊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阮的怀念一段情过一生。环境好命运来安排，你我只有叹无奈，只份爱藏在怀念一段情过一生。娘，阿明娘，这些油啊，你怎弄去？你要进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这个代价，尊姓大名？在下柳弟，叫下你，你呢？我叫做桂武。你下弟，头拄仔遐个人，请咱要对查你。我们唔知影，你知，有一个好兵人，无缘无故就插入阮桂家庄。还是阮阿爹呢？桂兄弟，你是莫伤心。那恁今晚你有啥物打算？我今晚上重要，就是赶紧找到阮阿哥，人恁叫伊阿哥。阿哥，阿哥是你阿哥？你不是在阮阿哥身？啊，无啦，我只是叫用阿哥伊的大名。我的师父。金罗汉、陆三娘、甲阿哥的师父，其他观众是老朋友啊。是毋过，真可惜，我一直无机会甲阿哥见面。原来大家你是金罗汉的徒弟哦。我捌听阮阿哥讲过，金罗汉、陆三娘是出世高人，想袂到大家是伊的高徒。我这个下山是奉着师父的命令，爱上武林帖，和各大门派召开武林大会。也毋过，即嘛既然拄到你发生即款个代志，我看我先陪你去找你阿哥。多谢。这表有毒，有毒！刘大哥，贵母，你先走，家伙来应付。别硬接，刘大哥，你已经受伤啊！我伤要紧啊！你先走，我你看阿娘找到你阿哥，紧走啊！刘大哥，走啊！爱你陪命，武林帖。
任会。小母，小母，小母，你到底是生还是死？在海柳池，都是阿哥救命之恩。阿哥，啊，你有较好无？真多谢，我好真济啊。想不到阿哥身做遐水。啊，对啦，你敢无拄着贵母？伊讲伊要去找你啊。你阿兄曾经予人害死，在这世间上，只嘛敢在找你这个阿哥，是唯一的亲人啊！啊，阮弟弟，啊，伊只嘛人真好啊，就是伊叫我来救你的，你会当放心。啊，那安尼，只嘛我袂继续完成我师父交代我的代志。恁师父是交代你什么代志？恁师父讲，最近江湖上有种神秘组织。我即个就是奉刘师傅的命令，爱上武林铁和布袋门派，召开武林大会，共商对策。安尼多好，我嘛当个队长，这人下落，那安尼我该斗阵来去。真是嘞，也毋过贵无疑。哦，我已经叫人照顾伊啊，你会当放心。安尼啊，咱紧行啦。是安怎？敢讲，你明天调查你阿兄是啥物人害死，替因报仇吗？这……哦，我认为讲，阮大兄的死，可能甲迄个神秘组织有关。搁再讲，我搁互误乱嘞。那即摆你有啥物拍算？咱当行哪讲啊？阿鲁，总算抓到你啊！到底各位是啥物啊？灵蛇派王强，空洞派白凤，昆仑派李家。听起来各位拢是名门正派，竟然用这款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女子，这若是传扬出去，安尼敢是有损名门正派的英名？只要会当抓到你，我何必计较用什么手段？各位。叫人口口声声骂我是妖女，安尼岂不是有损口德？你敢是江湖上认亲结女的阿哥？无唔对，迄是江湖中人抬来，但不知阿哥是甚物所在，来得罪过伊呢？莫讲遐多啊，从押走。是，押。我有急事要请，各位，你若是搁再口口相骗，唔通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妖女，你走去啊！恁口口声声叫我是妖女，好，我托恁介绍一个妖女厉害。Yeah.
飞空斩，敢讲陷害阮大哥全家啦？就是陷害侯爷迄个鬼面人士。恩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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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妹，阿哥在这。阿哥，阿哥，你拜见阿哥。是我慢到一步，你的命儿，真够在，上苍保佑，会当让你度过这一劫。来，小母，阿哥问你，你敢会记你那凶手生做安怎？你会认得无？我唔知影，因拢是好面的，对阿哥，那蛇头是一个。我鬼面鬼啦！果然是鬼面的。你当时，阿娘拼着性命来保护我，我哪怕哪走，伫中途，都予伊追杀。我刚才是拄着刘大哥。六啊，阿哥，六大哥伊，六大哥是啥物啊？伊就是金罗汉吕三娘的徒弟。原来是吕叔伯的徒弟，竟然呢一人呢？因为要来解救我，反倒煞受伤。今嘛，恐怕阁和遐好兵来去对杀。小妹，伊即摆身体还袂复原。你着暂时踮这个所在养伤。我再讲，这间茅屋是伫咧这里偏僻，一定真安全。你放心要踮遮，阿哥替你来去找李叔伯徒弟，啊？这风景袂歹啊！嗯，哎，对啦，万德花就伫这附近，我想等你先去万德花三步林遐。万德花。嗯。哎，你的功夫应该袂歹，那会比一下轻功的好无？我轻功当然不是安哥你的对手，也毋过既然你有这个雅兴，我就请来陪君子，顺便请你指点一下。金老汉的歌道，哪会这么客气？请。是我母讲无好，实在是真见笑。哦，那那是我唔好，明早你的伤还袂好，偏偏还要跟你比什么轻功？不要紧，我休困一下就好。等下还要去万朵花。这边哪会用的嘞？我看安尼啦，咱先去头前面找一间客栈休困一暗嘛。我替你疗伤，明仔载透早，咱再过来去万朵花。这，卖搁这啦，嘿啦，你身体较要紧啊。阿哥，阿哥，你敢有找到刘大哥？无，我只有发现讲有打斗的痕迹，但是都无看到刘师弟啊。哪里？哪里？刘大哥伊敢会？伊袂有代志。刘师弟伊是金罗汉，伫咧个本岛，我相信伊的武功一定真好。
你放心，我是讲未放心你家境这个所在，所以阿哥才先倒转来看你。我小转来还去找伊啊。阿哥，我求你带我去找金老汉，要求伊老大人收我为徒。我要学生甲高强的武功，替阮阿爹安尼报仇。也无安尼，笑靠道人，伊两个伫这个附近。阿哥带你来去见，求两位道长收你为徒。两位前辈，敢讲贵母伊无练功夫的条件是？唔是啦，因为阮两个吼袂用个公家收一个徒弟啊。对，因为阮两人哦口舌无共道啦，智慧无相干啦。是啦，啊，阮若勉强收伊做徒弟吼，伊一定会起痟。那安尼，我即摆其中一位前辈做师傅，敢袂用者？袂用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来拜我做师傅，这个大笨鸟哟，你来去弄病出山了。这是在讲这什么话？伊是惊讲吼，你若拜我为师，啊，这三皮狗爱哭的吼，伊会去咬自死啊！你弄病出山，你咬自，你弄病，你家己咬，你弄病。两千八，卖个吵。那呢？我爸母的冤仇不是袂当报啊，小母，冤仇是当然爱报，但是你即摆大声莫着急。少年的啊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唔是阮歹收你做徒弟啦。前辈，您是答应是？嘿，即摆唔是讲已经答应啊，是讲唔答应啦。问题是安尼，你是公的，啊，你即摆搁去找一个母的吼，啊，一个公的甲一个母的吼。斗阵来练阮师傅传福员迄本鸳鸯剑谱，啊，安尼你就会用予阮做徒弟啊嘛。鸳鸯剑谱。是啊。我是要去倒位找另外一位女子的。小宝，阿哥有想到一件代志，你会记你细汉时阵，你阿爹有替你定下一门婚事。阿哥，你是讲甘家宝是？不对。甘家堡，伊伫中原武林，堪称第一标局。而且，你若扶甘家堡主，伊交一个空壳，伊的九泉刀称为一绝。阿哥是想讲，要爱你去认亲，一来会当请你来甲扶，伊走出你的冤仇啦；二来会当替你全家报冤仇；三来你会当甲你的未婚妻莲珠斗阵练鸳鸯剑法啦。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！啊，你赶紧去甘家堡吼，去找迄个细汉甲你定亲的甘莲珠，啊来拜我为师，我才教伊独门笑功啊！嗯，教你的笑功你偌遗憾啦，少年的啊！我将我的口功吼传授给你哦，到时看谁的功夫较厉害。哼，什么人的功夫较厉害？到时就知啊啦！那我的徒弟哦，绝对袂输你的徒弟啦！啊，我的徒弟敢就会输你是？我赢你啦！我赢！我赢啦！为了家事，我即时就来去甘家堡。好，要那呢，我马上就来去调查仇人的行踪，看是毋是当找出蛛丝马迹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，咱分路吼来去找线索。我若是有消息吼，我家己会主动去找你。要那呢，就多谢两位前辈。阿公，你坐就好，迈起来。真歹势，遐尔麻烦你。是我害你的伤搁发作，我待护士将你医好才会用的啊。来。给你吗？你在看啥？无啦，我较早敢那认为讲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豪杰，想袂到你人阁生阁遐水，阁遐尔温柔。你，我才想袂到嘞，你人吼看起来遐尔高义，
讲话煞无老实。也毋过，我拄仔讲的拢是老实话啊。那安尼，我得看卖你是毋是因为伤势伤过严重，头脑已经无清楚啊。你的伤是不要紧。那安尼，我应该要安怎报答你这位大夫嘞？你只要紧把伤养好好，就算讲是报答我。天色无早，我应该来去万德会。你这个野郎，何清江湖第一大会，我看嘛不过如此。我倒来口气。是你？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冒充我夺宝杀人？原来红哥的功夫嘛，只不过是我小小的名车，能当一世。人向教主禀明，阿哥啊阿哥，想袂到你会死在我水灵灵的手中吧？你叫水灵，讲，恁教主是甚物？哼，有本事你就将我杀死，恁少想要对本姑娘口中问出一面？小天。是我，素贞，你是甚人？我是甲你订过亲的尚德庆啊。尚德庆，你是尚德庆？想袂到咱一别十年，今仔日会当再相逢，你有好无？为甚物你有这么好功夫呢？你跟你红衣女子水灵灵，佮有甚物关系？关系？我嘛唔捌伊。我只是经过此地，看到有人咧相拍，所以才会路见不平啊。哦，你真是唔捌伊？真实的啊！若毋是你对我讲，我嘛唔知影伊叫做水灵灵。对啦，素贞，你佮伊有冤仇是？我嘛唔知影，伊为甚物冒充我阿哥的名义到处去为恶？啊，素贞，我真是想袂到，江湖上这么有名的女侠阿哥，竟然是你。不感动，你也毋是同款，十年无见面，你也是练成一身的好功夫啊。素贞，你敢知影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当初时，你为甚物爱不顾二爸？当年我的师父魂游四海，伊正拄好来拄着我，伊讲我到佛教有缘，而且我嘛一心想要向佛，
所以我就要求我的大哥答应，然后随我的师父上山去苦练暂避的功夫。那呢？你阿遐是安怎？拢冇甲我讲嘞？我大哥冇甲你讲。我是惊耽误着你，所以我要求我的大哥将这门婚事退掉。退掉婚事？敢讲你无爱我？这门婚事是伫个仙奴以前就定落来，但是我讲过，我一心想要向道，所以对他们中间的代志，我袂用你，我唔答应。既然是父母之命，咱就有必须遵守。这几年来，我爱你的心一直拢无变。我把酒抓，这世人若是要娶到你，我根本无爱娶。感谢你对我的好意，不过我已经讲过，我先入道观，我就无希望搁再涉入封建这个代志。我还有急事在身，要不素贞过世。少君，少君。想袂到，你竟然拒绝我。好，我上这行对天就做，我一定要钓着你。阿公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什么代志啊。对啦，你的伤较好无？我已经好真济啊。那安尼，你着较早休困嘞。你嘛较早休困嘞。是教主的错。居然能败给教主。水连连，你敢知我会安怎处置反叛徒嘞？教主，小孩绝对唔敢有叛徒之心。哼，你唔敢？那恁为什么你会甲金罗汉的徒弟刘天行作伙？禀教主，小孩是因为发现金罗汉派出的大兵出兵，灭了两国大门派，召开武林会。刘天又搁将我错认是红狗，所以小孩才想讲要对着伊的身躯，通去查探实情。而且，金罗汉想要开武林会，是。而且我搁听，因这摆召开武林会是针对咱。小花参见教主。多谢做护法拄则出手相助。唔免客气。那安尼红姑嘞？红姑，你对红姑？禀教主，红姑的武功确实高强。方才上，伊万刀会抢夺刀破时，就甲伊正面交锋。偏偏嘛是笑，好在这是做护法出手相救，小孩才咱专心练。小孩自知办事不力，才到处干罪。你起啊！是。做护法，哪里红姑嘞？红姑武功高强，连我嘛不是伊的对手。我看连连已经脱身啦，所以我就赶紧离开啊。红姑就给我来对付你，至于武林会代志，连连，我爱你继续对付，做护法暗中监视，伺机破坏，我无准所有门门正派互相斩杀，了咱就算最先一勇之力。小花遵命。天要光啊，连连，你也是去等去，较袂晓小姐找袂着你。是。红姑，红姑。奇怪，还佫人嘞？伊敢那是居然拢无转来？害啊！敢会发生甚物代志？甚物人害你落？还是下贼啦？你这个奸贼！大侠，但还是金龙汉徒弟吕进，差唔多为师。我乃昆仑派门下李刚，你讲你是金龙汉吕进背徒弟？那安尼，敢有甚物见过？我是奉着阮师父的命令，前来万都会上古林下。像知影，我到万都会时阵，万都会已经……哦，原来是刘大侠。
刘大爷，你可知影是上下毒手？真可惜，我把咱一步，我无看到凶手。月彪，相哥，安哥，果然是这条路所为。你胡话，这件代志无可能是安哥做的。为什么无可能？安哥的师傅替他灌注，跟我的师傅是老朋友，而且安哥一向心结重，我想这其中一定是啥物误会。刘大爷，你敢知影安哥曾经日强赌博杀人？日强赌博？这讲起来真见笑。目前，阮几个门派也是逃出妖路潜入，偷走武功秘籍，现场给留下这辆飞镖，这就会当证明相哥所为啊！李厚华，你放心，我联络各大门派，我是方便来调查处事，绝对会给武林同道一个交代。为什么我会去拄到熊德庆？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就对阮阿爹所定下这两次事，我就无愿意，所以我才跟我师父上山学艺。如今再次改相，又搁唔愿退，我是要安怎呢？阿哥，你还坚强？又搁唔肯甲我解脱无用，我应该如何选择才好呢？桂少卿啊，桂少卿，你心如起来清醒，见老师傅教诲行劫容易之道理，你岂可为了一路事情来消磨你的志气？水灵灵到底是什么人？还佫有迄个鬼面人，伊又佫是什么人呢？那是要知我是甚物人？你是咱亲身的见鬼面孔人，你就是鬼面人。鬼公仔，无唔对，红哥，你真好见识。进出怪火的事，上万亿。阿哥，实在我心里的大患。
你是安怎啦？面相哪只歹看？干妹，你扮到花死人，搁较歹看。你即马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现在也无看到你，我就是人去扮到花。想袂到，我到扮到花时阵，遐人拢已经死了。你现场发现一支红马表，你讲这件代志是不是你做的？我。昆仑派你和华国讲，你搁偷摕其他门派的武功比去，伊即卖已经招过各大门派来共同对付你，你为虾米要安尼做呢？你确定伊看到的人是我阿哥？伊讲确定是你，我唔对。你是伫咧笑啥物？我笑恁这个武林人士，拢是一挂是够不法之辈。有代价，可是你也认为讲是我所做的，那呢？你即马就当将我交予因处置。我当然唔相信是你做的，也毋过，我坦白甲你讲，即马有另外一名红衣女子，嘛自称是红姑。另外一个红衣女子，你意思是讲有人冒充你？无唔对。伊冒充我伫江道报杀你，伊阁冒充我偷摕武林国牌武功比去。如今伊阁冒充我害死万朵花啦，想要借机引起武林的纷争，伊实在是太可恶。原来是安尼，也毋过会知影你。哦，透早我精神的时阵，就发现有一个可疑的人影，我就随后追出去，只可惜去予伊走去。我想，害死万朵花的人一定是伊。实在是真恶毒的计谋。起码你已经知影代志的真相啊！既然恁你都怀疑我，我看吼，我是家一个人走好啊，这么一讲讲，拢互当作是贼。哎，阿哥，真实嘞，是我误会你啊。也毋过，起码拢解释清楚啊。我哪有可能搁再怀疑你嘞？哦，干妈嘞，我看吼，你也是莫到我斗阵行好啊。你毋是讲已经招过各大门派要对付我？你若到我斗阵哦，这件会连累你。阿哥，别人误会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在变的。我若跟你行做伙，刚好会当证明你的清白啊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别人搁再误会你。我一定要替你洗清你的冤枉。多谢你。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对啦，你敢不是搁要联络各大门派？咱紧行。注意联络一个科技的联络。是。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冒充红姑？哎呀，是我啦！米奇，是你？乱来，真正是乱来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甲洪祥讲，你办案还阁办一百天才会用回来，让人一个伫厝内足无聊的，所以我毋只想要出来找你，寻找见识一下外面的见识。你知影，你安尼做是真危险。阿哥，你是安尼做这款的打扮？阿兄，但我是听讲吼，有一个叫做红姑的武功真厉害，而且佮入宫内偷走你献予皇上的汉血宝嘛。我堂堂一个郡主，要出来江湖佮人糟蹋，绝对袂用个输予伊啊。
所以我想到赛红哥这个外号，表示我腰娇美丽美肌骨子，比伊更加红。我实在哦，唔知要安怎讲你。你敢知影？我甲红哥是真熟，我是不准你对有半点的无尊敬。我哪有啦？哎、欸，阿爷，你讲你甲红哥真熟？是啊。那呢？你从我来去找伊好不好？袂用的。红哥即摆当你走找伊的杀兄首领，而且大哥嘛去调查赌博的案件，我哪有迄个时间陪你去佚佗？好，假使你若无爱带我去找伊，我就死过去红哥。我杀红哥比红哥还较敖，还佫较强，我要向红哥挑战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啊，你莫佫讲，我带伊来去找伊就是咯。想不到这个鬼面人，伊的武功果然这么强，我伤势未轻，我若无赶紧收办了疗伤，恐怕我的性命难保。